Hello, everybody, and welcome to How to Make Your Wife Happy and Healthy. Today, we have another Chinese special. For all your English-only speakers,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Down below, you can watch to follow along with those subtitles once I switch to my Chinese-only speaking.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么做快乐健康的记者。 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主持, 来来来,我们出发吧。 快乐健康的记者和爸爸带给你们一盘流行菜。 今天被患户的名字是对抗冠状病毒的护士和医生。谢谢你们，加油！如果你也想要被提到，请在视频结尾注意到怎么做的信息。我们的食材用料。 4条小鳟鱼，1盘米粉，3克青葱，8块姜，1个大蒜，1个八角，30毫升镇江醋，2块玫瑰腐乳，45毫升甜面酱，45克白糖，15克盐，15毫升生抽，15毫升老抽，30毫升米酒。 45毫升水 60毫升油 45克花椒 许多开水。大家好，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红烧小鳟鱼。 平常我们买的小鳟鱼都是在烤箱里烤着吃的，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红烧小鳟鱼。在这里，我祝大家年年有余，将切好的小鳟鱼，那个为了更入味一些，我们先把鱼切成小斜道，切成道，差不多一寸的小斜道。 反正面都要切，不用切太深。然后我们把它剁成一块，一般这条小鱼三块就行了。然后我们把它先蘸上面，两边蘸上面，一会儿好煎。 我们把小鳟鱼全部蘸上面备用。刚才切了这一整碟鱼，需要最少三个葱，这么一块姜，还有一头蒜。现在我们把它切成段儿，就切斜段儿好了。 差不多了，姜，差不多了，姜。然后把蒜剥了，为了让蒜好剥一下，先把蒜的头给切掉，然后这样好剥一些。 剥好的蒜也给切成片儿，
这样容易入味。好了，再放一个大料拌儿。好了，然后再做炖鱼的料。我先放醋，这么多鱼，差不多两勺醋。然后我会放两块酱豆腐，两块酱豆腐，然后放甜面酱，两勺甜面酱，然后放白糖，因为是去腥嘛，放一勺、两勺、三勺，差不多四勺吧。然后再放盐，一勺 ，OK， 两勺，差不多两勺。然后再放生抽，生抽两勺。老抽，两勺，然后我们放三勺料酒，三勺米酒。三勺米酒，我们把刚才的料给它调一下，把刚才的料都调匀。好了，我们要那个上锅煎鱼去了。现在我们把锅里边倒油，然后我会放上花椒。放花椒，煎的鱼味道会非常的香。花椒一定给它弄透了，要不煎透的话，它会非常麻。然后我在那个炉子的旁，在另一个炉灶上，我那个烧一锅水。为什么烧一锅水呢？就是为了煎完鱼以后，把所有的料放上，以后把水倒进，用热水做鱼，这样会很好吃的。花椒一定给它炒到糊了，花椒变成黑的了，才能拿出来，才能把花椒拿出来。如果要是不给它炒成黑的了，不给它炒熟了，它就会非常麻。一定要把花椒给炒熟了，炒透了，一定要给炒成黑色的。要不它会发麻。因为现在太烫了，等一会儿就可以把花椒拿出来了。现在我们可以放鱼了。放鱼的时候轻轻地放，越轻轻地放，它就不会烫到你的手。你现在可以把花椒拿出来了，把鱼
煎成金黄色的就可以翻料了。凉的跟这一样就可以盛进来了。这块也可以盛进来啦。我把鱼都盛在盘子里了。下一步，我开始炒葱姜蒜了。不要放太多的油，因为本身小鲫鱼它会出油的。先把葱姜蒜炒香，这样的鱼做出来会。好香啊。然后我们盖上盖，差不多15分钟，差不多把锅里的汤熬成汁儿了，这个鱼就熟了。大火开以后，可以转中火慢慢一炖。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点汤的，那么现在鱼就可以盛出来了。如果你要是不喜欢吃汤，那么你就再可以再做几分钟也可以。OK， 拜拜。现在我给大家试着吃一下，先说这个小鲫鱼啊，非常好吃，但是它刺儿特别多，刺儿特别多，大家吃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我现在开始吃了，吃鱼的时候，你要是喜欢米饭呢，你就吃米饭。那我呀是比较喜欢吃玉米面的馒头，我今天早上。刚做的玉米面的馒头，我现在尝尝看看它今天做的跟我平常做的有什么不同。还行，味道不错。吃的时候千万小心。因为它的刺儿多，看见了吗？刺儿多，一定要小心。它的味道不错，刚才的所有的料都在里边了，它带着不同的料，我都能尝出来，它有那个醋的味道，还有那个葱姜蒜的味道，还有糖的味道，什么都有，挺好吃的，我感觉挺好吃的。
I don't like the skin of the fish. It just doesn't add any flavor or anything. It's just there. Mm-hmm. I mean, other than the really good tasting fish, the two ingredients that mainly stick out are the soy sauce and the garlic. You don't really taste much vinegar or else whatever else you put inside this, but other than that, I think it's really good. Are there any bones? Yes. The fish itself is very tender. I don't know if you can describe a fish that way, but it's just, it has a soft texture. And the flavorings are really nice. But I will disagree with Teddy, because the skin is the most flavorful part. I just don't like the texture. Hey, 我尝一尝啊。嗯，嗯，好吃，它那个鱼皮还有鱼肉呢，它两个味道都进去了，然后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嫩，特别鲜美，然后又没有任何的腥气，嗯，那尝尝，嗯，这个口感超级好，这个你看这都嫩嫩的，你看一拿开，那个肉和骨头马上就分离，然后呢，那个味道整个都有了。有的时候有的鱼呢，它只是鱼皮有味儿，它鱼肉它没有进去味儿，但是这个鱼呢，它鱼肉和鱼皮都进去味儿了，很好吃啊，超赞哦！而且你这光尝一看就，哎，完美。好了，妈妈做的很好。快乐健康的妻子朱曲百瑞在这里提醒您。给我的视频点赞。你喜欢吃什么鱼？请给我留言。如果你在的留言里加入虾，你就有机会在我下期视频里被提到。别忘了关注我，我每周一会上传新的视频。谢谢收看本期视频，我希望你有快乐和健康的一天。